用心为客人修剪头发，杨敬轩从事美发业20多年，累积丰富经验，职场上展现专业。工作之外，他也跟随慈济志工定期到云林特教学校参与义剪。10点之前就完成了，所以我会利用早上去啊，就再赶回来上班，帮他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的，漂漂亮亮的，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很开心。杨敬轩20多年前就是慈济会员，10多年前开始担任各项活动的志工，慢慢的想去了解慈济这个善的团体到底在做什么，没进去做你根本就不了解。不只发挥美发专业，个性开朗的杨敬轩在各方面都乐于学习与付出。慢慢看师兄师姐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带领我，对呀，医疗志工、义检，对呀，还有现在慧宇师姐带领我的大爱妈妈，我越做越欢喜。接到一些讯息或任务，他都能够很配合，然后使命必达，欢喜心来承担。许多活动都有杨敬轩义检的身影。我拢大细计数哦，特别邀请来，赞赞哦。累积付出的点点滴滴，杨敬轩今年也参加志工培训，发愿未来要承担更多，为人群造福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欧阳光辉、张国辉、吴苏良、云林报道。